杭州是个好地方，观众们大家好，我是阿六小傅仪。如果要问我啊，杭州吃川菜哪里最正宗呢？我可以告诉你，就是我所处的这家店，叫八国布衣。这里的菜啊，真的是非常正宗，而且呢，人气也很旺。现在呢，赶紧跟着我的脚步一起去吃吃看吧。浓烈的历史气息，浑厚的时间感，让人一走进门店就能感受到巴蜀文化。木质雕花，瑰丽的人像画，更是无一不透露出餐厅的独到之处。怪不得都说这一到饭点儿就都是各路吃客了。这服务员怎么还不来啊？服务员！哎呦！这里有个智能餐厅，扫一扫桌面上的二维码就可以自己点餐啊。没错，除了别致的装修，这就是这家传统餐厅另一个独到之处了。只要打开微信，扫一扫桌面上的二维码，就可以进入点菜页面，选上一两件钟情的菜品，确认发送，收银台就立马可以收到相应桌号的点菜消息。除此之外，你还可以在中途呼叫其他服务，比如叫服务生，或者直接要求换碟、倒水等等。看来这智能收银系统真的是在用餐高峰期的紧要关头帮了服务员不少的忙。我们在想怎样把服务提上，因此引进二维码智能收银系统，让客户用手机自助点餐。你可别说，这传统餐厅和如此先进的收银系统完美结合，只看这里的菜色也能看出经营者的用心了。改良过的新派毛血旺，还有这精致的布衣四宝，所以这样一家别致的川菜馆，还不赶快来尝一尝。